阿尼玛钦卡拉昆仑，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人涉足这块的冰心赞探，是因为只有在直升机协助的情况下，我们的科考物资像赞探设备、几吨重人员以及它保障设备才能够上升到这么高的海拔，靠人是没办法完成的。这次呢，我们直接把雷达挂在直升机上，那么直升机的效率就很高。一个工作日几乎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冰川能够适合赞探的地方的冰下地形呢，情况搞得很清楚。